报告，老妹儿多高？一米八，穿鞋，穿的鞋啊，穿鞋，穿鞋，不要验，不要验，高一点。为什么不能验？因为嘴巴里面都是那个东西，你验没有啊？都是的，你看你，我搞掉了耶，这要刷牙刷的刷掉的。多一米八五。鞋有五公分。那你一米八零，这身高，对，现在是一米八五吧？身高比身高啊，那我又没有，很明显，我是有一米八的。侧面来，老妹儿，侧面。那大杨哥很明显也是有一米八的。上了啊，今天我们要卖的这个品就是这个。哎，老妹儿来。卫衣，鸿星尔克。叔叔，这个卫衣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卫衣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啊，看咱们国货是多么用心啊！鸿星尔克的卫衣，看这后面的细节，看是这样的啊，厚实的啊，穿刚好这个季节穿的啊，看这领口，看到没有？看领口这个线，看一下，看这线，看这做的，然后看中间啊，再看到这个位置，如大五角星啊，看这个心。啊，中间还有个口袋，这种斜插式的口袋。哎，对，看，啊，帅气啊！啊，来，看老妹儿穿，女生穿，可以把这个塞进去，也可以放下来，啊，都可以。哎，非常帅气啊，这个鸿星尔克的。你们市场价这一条多少钱？179。179块钱。大杨哥穿个白色的，大杨哥穿个白色的，来，大杨哥。大哥，穿个这个，好，穿个蓝色。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179的卫衣，你看这个细节，看到没？啊，这真不错，给自己的孩子买，啊，或者自己买都可以。多少钱了？179。我知道，我说你们日常价是179，对不 对？今天在小杨哥直播间，89，上车。没事，来，快大哥穿，看。老妹儿，我跳舞了，老妹儿。后背。大哥，这个。这老妹儿腿有点滑呀。天哪，你看，这个蛋还是。你看嘴巴，今天蛋有点少，你看嘴巴还黑着。好了，跳个舞了，多少钱？89。好，我想你了。听话，好难受啊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这个女生1米8，我听到1米8。然后她穿的鞋子5公分，1米85，但是明显有1米82。我跟你说跳舞了，你这样看，对，大堂是直男，啊，教你一个舞蹈，先，老妹你跳先，来，你这样，来，你跳啊，你先这样，哎，你这样，手这样弯着，手啊，来，老妹你手弯着，哎，也这样，然后啊，你先等一下啊，我让你开始跳，然后你就头动啊，你等一下，我放首歌，然后我让你动一动，1、2、3，准备啊，准备，我说动就动，别动，好，1、2、3，好，动。好，这叫什么舞蹈你知道吗？这个叫最近抖音比较火的那个舞，非常火啊！最近抖音非常火，知道吧？你看这个舞，哎，对，哎呦啊，你这不爱心吗？不是爱心，你这么爱心什么叫？不是爱心，你这不爱心吗？是爱心，那不是爱心吗？不是爱心，你是，你看是爱心吗？这不爱心啊，这不是爱心，这玩意儿，哎呦。就不是爱心啊，89块钱，不是爱心，不是爱心，真不是爱心，我完了，不是爱心，我跟你讲，爱心是什么样的啊？你别打，爱心是这样的，看，看来是这样，哪样的？这样的，这样。哦，对，懂了吗？哦，你是这样，这样不是爱心，你给你试一下，
你是你、嗯、你这样不太行。哪样？你看你这个，我看一下，你看，是吧？这这怎么不是爱心、啊？这不是爱心，你两个手伸过来，你看，你把你手伸过来，这是不是爱心？斜手斜着这样，手斜着这样，看到没？这是爱心，哦，懂了吧？那玩意儿，那玩意有救啊！那没人伸出来，不是爱心，不是爱心。我的妈，兄弟，我刚才心都吓掉了，兄弟们啊！我让我亲戚说呀，啊，我亲戚说这爱心，我问这个。这是爱心，不是爱心啊！救啊！救啊！救！哎呀，多少单？五千。兄弟们有需要的拍啊，想怎么了？没事没事啊，就这前面放心，这死了，这死了，给老妹去了，老妹，我废了，兄弟，我废了，你们胡地闹呀，废了，没用，说什么没用了，兄弟们。穿着情侣装比爱心跳舞，扭脖子跟龇牙叫，死了。没事，说的不是爱心，不是爱心吗？对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骗你的。来，下一个来，有品牌吗？没有是吧？有可苏的啊，不是有可苏，苏果园的洗衣凝珠。我的妈，鼻子兄弟，我鼻子里面都黑的。嗯，你看。鼻子冲着都黑了，完了现在成我看我鼻子，我看是吧？我本来皮肤黑，现在真成黑。哎呀！嗓子里面也是黑的，怎么舌头还是黑的？怎么这玩意什么玩意？这玩意？哎，老熟人啊，老妹儿。老妹儿，这个签约了吗？啊？你有没有签公司啊？没有。哎，你签我的公司吧。可以啊。我说真的。啊。真可以啊。明天来公司签约，好，直接那么多人看着啊，那签我公司做主播，你一个月现在有多少收入啊？比个数，二，加个零吗？不加。哦，懂了，二必须让你来了之后，必须让你翻一翻，对吧？你确定啊？确定我这个来，兄弟签了，兄弟说签了，废话。好，就听兄弟来，老板，苏果园的洗衣凝珠，对不对？对。日常价，你们这个兄弟们啊，再个洗衣凝珠给兄弟们看看洗衣凝珠啊，来给你们看一下啊。耶，我们穿这个衣服啊，绿色是什么呢？洗不过。绿色的是除菌除螨。红色的呢？红色是爆香，然后可以留香。爆香科技，留香15天。蓝色的呢？蓝色的是8倍清洁力。嗯，兄弟们啊。你一桶衣服15件衣服放一个就这个不用拆开啊，直接放进去它自然溶解啊，现在很多人就喜欢用这个东西啊，洗衣用到这个家，哎呀，洗衣衣服一身啊，你看啊，这个是在线上的价格是29，线下的价格线下的你看啊，你去看超市这一个一盒多少钱，39.9还是59.9？59。你们看啊，这是我们去线下超市拍的39啊，不是59，你讲错了啊。啊，39啊，线下买。小杨哥今天，小杨哥今天39的话，两盒70了，七八十了。老妹儿可爱。三盒是不是就得？可爱型的。120了，小哥今天你们自己看啊。洗衣凝珠，哦，苏果园6盒，里面还是20个的是吧？对。就换包装了。我给你加赠两个小的，看里面有这个是4个叶的。四色的，四枪的，有4种功能呗。啊，有的人买回去别晒这个图啊。哦、有个柔顺，哎，有个柔顺，加了一个柔顺。好、啊，啊，小哥今天看完了这么多啊，学吧我，一个我5个了，今天这么多啊，一个6个，一共今天这么多钱了，多少盒？一共多少盒？156盒可以洗156次衣服，对，多少钱？90，没呀。就是，上菜，上菜。